小园丁真是香，九月六鬼我在行，老爸护盾身上扛，图图见了心凉凉。灵魂谁说的？当然是宝贝说的。你说是不是累图图？你说你要早来一点，我不用偷懒不讲老话了吗？你这时间赶得真是巧哎。这图图好像是有自己的想法呀，看着我们弱小可怜又无助的小园丁不追，却追猛男前锋。没想到这长得斯斯文文，口味还挺重的，惹不起，惹不起呀、不过这个行呢，咱咋能让小萌萌一个人孤军奋战嘞？作为一名辛勤劳作的小园丁，当然是要拆掉附近的椅子，让图图死活挂不上我们的胸大肌先生嘞。哎，你别过来呀，我只是想拆个椅子罢了，反正你还能凶，怕啥嘞？用得着这么小气吗？哎，说了别过来，再过来我就喊人了。救命呀！前锋，你快来救我呀，不然我就要凉凉了。又来了。我觉得我还能抢救一下哈，往里边爬一爬。Come on, baby, let's go！ 哎哈，这老前锋是被撞出了火气啊，又不抓过去点前锋。不过快乐风男又哪里是那么好歹的呀？这吧，小风风找到我们的九妹来喝酒了。哟，这回学聪明了，知道只剩最后一台机子了哈，还把人关地下室。不过你可小瞧了我方的风男，太成功把人救了下来。看样子黑妹还是没有逃离老杰克的魔爪，陪他一起看星星看月亮看烟花了哟。算了算了，想想我今天依然爱你。